如果你想成为一种动物的话，那你希望成为哪一种动物？我要成为一只猫，南极磷虾吧，希望变成鲸鱼的一部分这样，但又不想要变得那么庞大。水獭吧，好像很会盖房子。我想成为一只北极熊，因为我很怕热。蟑螂 ，Leave me alone。成为扁掉的老鼠，感觉很悠闲，没有什么任务这样。树赖吧，就是我觉得我跟树赖有点像，就是会有一点慢半拍。哥吉拉，因为它是不存在的绝对存在。变成乌龟好了，乌龟可以长命百岁。我觉得我应该就会是一只浣熊吧，就是我对人类无话可说。是人的话也还可以。社畜算吗？如果要的话，我想做狐仙跟维纳斯的合体，就是站在蚌壳上，然后那个是一个长发的狐仙，然后旁边很多天使跟果树。